Clutch Factor 人称果子哥急停跳投，代表了 CUBA 最高水准。李林上来之后还了一个三分球，漂亮，防守防守，千万不要拿别人的饭碗开玩笑啊。曹方一个大幅度的变向接欧洲步，基地妙传，哎呀这个球啊，二加一的好机会啊，二比三。成天豹也是来自职业队 NBA 广西威壮，第二发有了，三比三平。李林，注意安全，摄像大哥，不急了，吹完了别有第二个动作啊，先犯规了，先犯规了，拦得翻，拦得翻。好，比赛继续。哦，吊篮下空了，李林，好球，二加一的机会。补防已经来不及了，李志锦。曹方的篮板球，场上最矮的球员拿到篮板。曹方做打的转身后仰跳投。好球！李林和郭建之间的配合，北大清华之间的连线，太低了，太低了。第五次罚球，罚球。好球，老郭！一罚有。两罚中一，伟力啊，伟力啊，伟力，红队球啊，你从你的位置到中间不行的，没事没事没事。红队的球，曹方试探步照脸上防，直接干拔扔一个虎，篮板球点出来，李志锦后撤步 step back for three good， 反超比分。 I love it， get a tag baby。犯规啊！别说话，别说。技术犯规，不说，不说话，不说话，不能说。好球，林哥！犯规，举手，犯规，举手。不说别的，志杰。投篮的犯规罚两次，连罚三个，八比六，曹方现在领先。李林通过罚球有机会去反超比分。没关系，李林慢慢来，加油加油，一个三罚两中，比分再次被追平了。换换换身，换今天豹的掩护拆开，漂亮的顺下，哦，地板大帽郭建，好球，梁毅抢得很凶，李林左手的舔篮，郭建再抢连续篮板，哦，蓝队球，蓝队球，蓝队球！哇哦，这个比赛的对抗程度，李林再拖，哎，第一步抢得很准，很果断的上篮，再次反超比分。两边都是拼防守啊，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，换人，小打大 ，mismatch， 利用速度吃。成天豹接到了曹方的基地助攻，十比十。成毅吊，曹方断球了，漂亮！红队的球，曹方成功的抢断，接给，接给，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，被打。曹方这次往另外一侧转，中投也有，这次招数不同的方向。Kobe Bryant。曹方在和杨毅的对位还是占优势啊，郭建，哎我，程天豹这个撤板凳很聪明，但还是犯规了。挡人，挡人，有了第一个罚球。
罚进就追平。好球，好球！12平，曹峰，果子哥吃果子了。曹峰，拜托，半个身位加速冲过去，假动作拦下手递手，点起两人。哎呦，陈天豹没有拿到这个球啊！我的。曹峰这个突破分球太给力了。李林内线被打接球转身后仰，哇厉害，高难度发球暂停。 Two shots for team。 好球好球好球。好，红队请求暂停。好了，那个一会儿我上面拿球，你俩跟那儿，你跟往外往里转，做个无球掩护，不然你俩打太累了啊。好，你打完球之后直接从撩过去，别给他的那个位置，一我往里打。看得出来这两边队长的作用，在暂停的时候队长就是教练。哦，糟糕，李志锦调整一下呼吸，不要着急，两边都犯满了，去那边。1分13秒，在场上谁是指挥，谁是精神领袖，看得一清二楚。分差只有1分，有掩护，换防上大个出去了，还是坚决杀向篮下，漂亮！清华大学的主力内线李志锦这么远太难了，但是陈天豹拿到了进攻篮板球，还好，还差1分 ，less than 1 minute。Left hand layup no good。 曹芳三分没有选择出手，利用速度过掉，左手的上篮漂亮，太牛了曹芳。骗犯规，李林没有成功，没有上当。曹芳最后还剩30秒，拉开一打一，加速左手拖拔起来，这个球杨毅碰到了球断掉，漂亮的防守，很干净。李林杀向篮下，现在曹峰他们队还领先1分，李林要上罚球线，有机会去完成逆转，重新取得比分的反超。他得背负多大的压力？曹芳能不能完成绝杀？哦，自己来了，还是想要把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？李林。最后只有5秒，李林能否绝杀？绝杀的机会。